戴剑是著名的美国特蕾莎·布朗舞团的演员。今年夏天，他受广东现代舞团的邀请，回国来创编一支新的现代舞。我们从那个记得那个我们那天排的那个鞋拍吗？头部手袋，落中心找我吧。我想排这个作品想了很久。 然后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因为在国外是不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给你十几个演员，然后每天跟你一起工作。这支现代舞叫《运动逻辑移植报告》。 他将代表广东现代舞团参加几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的北京青年舞双周展。这个双周展是中国最顶级的现代舞蹈节之一。戴剑对此充满期待。我们整体上以一个这样的钢棒，这样的平均节奏走，可以慢一点，也可以停一点，也可以加速一点，但是你感觉到和其他人很好。在。 1992年的广东现代舞团，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专业表演团体。虽然只有十几名成员，但成立二十多年来，推出了一系列自创的现代舞作品。这些作品既没有刻意模仿西方现代舞，也不刻意标榜中国风格。 在国内外现代舞界独树一帜，享负盛名。《纽约时报》称中国广东现代舞团是国际舞蹈界成功典范。因为被人差咗，所以佢呢个佢咧就系。 即系呢个人咧，佢选咩？现代舞团的灵魂人物是这个叫曹成渊的人。今年58岁的他出生在香港，被誉为中国现代舞之父。早在1979年，他就创办了香港第一家现代舞团——城市当代舞蹈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广东现代舞团成立之初便邀请他担任艺术总监，曹成渊欣然接受。从此，他的人生就与广东现代舞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稳住，好。 应该是你自己的，也没有靠你自己，应该是放在他身上，就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就好在那种，现代舞就是一种开荒的精神，不断去创新、尝试的精神，这是现代舞的特性。没有自己的身体，你还是在外。其实也不是因为那个地方。 很懂现代舞啊，很蓬勃啊，我就去搞，而是因为我感受得到那个地方有这个潜力，有这个可能性，那么我就才会到那边去做这个东西。在很多人心目中，广州是座年轻的城市。
每天清晨，谢培像所有广州人一样，上班前都要去喝早茶。谢培的故乡在1000多公里之外，虽然来广州只有5年时间，但他很喜欢这座充满活力和变化的城市。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外来的一个文化，不是外来的一个途径，更早的抵达到这个地方。它在向内地延伸的桥头堡，它是在这里。谢培是《时代周报》的记者，被同事们认为是现代舞方面的权威。2012年是广州现代舞团建团20周年，谢培决定写篇文章。虽然文章并不很长，但谢培几易其稿，下了很大的功夫。哎，怎么这里看到自动窗户了？我们想写就是现代舞，虽然它走了20年，但是知道它的人或者了解它的人其实并不多，然后再写它是在什么样一个时机下。今天谢培最终确定了文章的题目，叫做《领跑中国现代舞发展，开一时风气之先，广东现代舞团激情20年》。似乎只有这么长的标题，才足以表达谢培对广东现代舞团的认知。现代舞团能够成立，这是跟改革开放绝对是脱离不开关系的。没有改革开放，你不可能在中国会有现代舞团。但是，即便在开放的广州，曹承渊也不断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很多中国人能欣赏西方的芭蕾舞，却无法接受现代舞，因为它打破了传统舞蹈的所有程式和审美标准，缺乏故事性，甚至没有明确的意义，让人费解。2008年，曹承渊看到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批评广东现代舞的一部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谢培。其实我本人对现代舞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了解，然后就有一次去看了广东现代舞团的一个叫做《大地之歌》的这样一个现代舞。然后我当时又不太懂嘛，但是总觉得可能离我那种浅显的印象中的现代舞，总觉得好像不太够味儿的那种感觉。然后编辑说，那你可以写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后来标题也被改得比较厉害，说三问大地之歌，就说好像很严厉的质问他。我那篇文章是可能3000多字，不到4000字。曹承渊先生就写了一个10000多字的一个回应的文章，名字就叫《答谢培军的三问》。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就心悦诚服。从此，谢培开始认真地去了解和观察现代舞，并深深地被现代舞独特的艺术气质所感染。如今，他不仅是广东现代舞团的铁杆粉丝，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向公众介绍现代舞艺术。包括现在身边的人也都会问，他说你懂现代舞？我说我不懂，我只是说我都会打开心态去欣赏它，去欣赏它就好了。左脚弯一点点，弯一点点，对，收回去 ，and 再走去 ，yes。无论外界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似乎对曹承渊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要做的就是推出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新人，让现代舞慢慢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心里。我们的存在，我们不断地告诉别人，我们希望找寻的是知音，让他们知道，哎，有这样的人，他们来看过之后，他们喜欢，他们会留下来；他们不喜欢，他们就会离开，就这样啊。
每天午后，刘琦都会在家里听上一会儿音乐，这是他一天之中最惬意的时光。今年49岁的刘琦是广东现代舞团最资深的舞蹈编导。1991年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时，偶然接触到了现代舞，被深深的吸引。那当看到这个现代舞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舞种是可以把我自己跳出来的，它的那个吸引力就是对我来说是这么的强大。1996年，已经是北京舞蹈学院讲师的刘琦，毅然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只身一人来到陌生的广州，加入广东现代舞团。对一个你习武那么多年的人来说，我是很渴望在舞台上能够去跳去，啊，这是一个梦来着，一个愿望来着。那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我这一生都从事舞蹈，那就差这一步能圆我这个梦，我为什么不做？早期的现代舞者都和刘琦一样，是怀着一种痴迷和梦想来到广州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对新生事物和前辈人物有着极大的包容性。早期的现代舞者是很辛苦的，他们可能抛弃了内地的很好的工作条件，他们确实是真正被现代舞这个艺术形式吸引了。那个时候因为刚刚开始，所以对那些优秀的舞者来说吸引是很大的。哎，有一种新的东西，有一种很自由的东西，很未知的东西，他们就更愿意来尝试这个东西。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刘琦最大的爱好是穿行于广州的大街小巷。他希望能贴近这座城市。但是，刘琦看到的广州却和谢培有点不一样。那我在这儿住了将近也有十几年了，这些楼都长起来，都冒出来，而且是越来越密，越来越密。那现在建的楼，我觉得你到哪儿都是一样的，每个城市的面貌都模糊了，都变成一样了。我觉得像这一个一个的大城市慢慢的失去它的个性的东西，让它的灵魂越来越远，让我看不到。也许是身处急速变迁的时代，刘琦这一代现代舞者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会更多地关注现实。刘琦用4年的时间创作了一部叫做《城市三部曲》的现代舞，表达自己对城市化进程的感悟和思考。的那三部曲里面，很明显的，他对于狂热的人对那种物质的追求啊，或者那种节奏，那个城市的高度的快速的发展的一种抗拒。我
我把故事、把情感完全抽离，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冷冰冰的水泥的这个世界。我不要在里面有情绪、有情感，我有速度，我有力量的对比，我有空间的切换。你看见他很有想法的去建构他的一个世界，就算很抽象的项目里面，你还是可以通过身体的动作、身体的质感来把你现代的一种人的思维真实的呈现出来。我要的是你冷静的看看现在这个城市，冷静的看看中国的发展。城市三部曲陆续上演后，得到业界的广泛好评，但普通观众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共鸣。这是很多现代舞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谁啊？这是波波，波波最后的时候，这最后一场的时候，这一跳开了。李翩翩是广东现代舞团的年轻编导，在这里她认识了丈夫谭远波。和刘琦相比，这对年轻夫妇的想法更加前卫。而在鼓励创新的广东现代舞团，离经叛道总是深受欢迎。2013年，夫妻俩共同创作并参与演出了现代舞作品《本无》。作品借用佛教理念，表达探寻自我的过程，让舞蹈回到身体本初的状态。只是把我们俩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些结构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编的时候没有刻意的去说哪一段是一个什么情节，做一些我们自己身体本能的东西，身体本来的那种跳舞，然后呢呼吸，然后呢能量的感受、力度的感受。我是能够从它的结构上去看见他对一种生命的看法在里面，就是因为他没有说故事，所以从他的最干净的动作的东西里面，你能够感受得到他的最本质性的那些东西在里面。和《城市三部曲》一样，《本无》上演后也面临着内行叫好、外行漠视的境遇。无论在哪个国家，现代舞都是小众的艺术，无法在市场上成为赢家，而很多现代舞团都要依靠捐助和基金才能生存下去。广东现代舞团也不例外，每年广东省政府都会拨出专项资金扶持现代舞团。对舞者来说，拥有这样的条件已经足够了。匆匆这边小雨，在这边尽量和匆匆保持联系。OK， 在这边的时候保持联系。今天戴建带着他还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来到广州时代美术馆，他要在这里进行一次尝试性的演出。
种与观众近距离接触的表演方式在国际上很流行，但在中国还不多见。戴建的这次尝试比预想的要成功。广州的年轻人对新鲜事很好奇，而且很快就能进入状态。在互动环节，观众与演员共同舞蹈，体会独特的舞蹈语言带来的心灵感受。寻找更多的知音是广东现代舞团多年来的一种坚持。与观众的靠近曾经十分艰难，但最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富裕之后的中国人开始对精神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高的需求，对多元文化抱有更为开放的心态。越来越多的舞者加入到现代舞的行列，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现代舞的剧场。林小怡退休前是一家航空公司的业务经理，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摄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义务为广东现代舞团担任剧照摄影师。他的摄影作品很好地体现了现代舞的精髓，自由随性，无拘无束。以前摄影呢，纯属是一种技术活，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要是光影啊那些，对焦啊、光圈参数用好了，我就拍出来了。那自从这个学了现代舞以后呢，我喜欢那种画面，是我有我的感觉在里头的。我不会太过于拘泥一种表达形式，这种开放的心态跟现代舞是很有关系的。现代舞就是很开放的。每个周四的下午，林小怡都会和一群朋友聚会，他们中有医生、教授、公务员、职业经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现代舞。不过他们对现代舞的热爱已经不再局限于观看了。2005年，这群爱好者组织了一个叫绽放的剧社，并自己编排了一个同名现代舞，曾经在广州和北京正式演出。之后他们又特意请了广东现代舞团的舞蹈老师陈琛做指导和改编。总差那么一点点，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对对，在创编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一直在参与，一直在对你提出问题，他们会对我有要求，所以光从这一点上面来说，他们已经很专业了。这只有在专业院团才能看到演员是有这样的一个二度创作的。现代舞像首诗，
他经常是用一些抽象的东西来表达一种情绪的。所以我觉得，哎呀，现在我这个比较，应该说是比较自由，而且包容性比较强。看来我那个考抽血还挺好的。尽管我们已经有皱纹，但是我们拼命去学习的时候，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学更多的东西，学更多的知识，丰富你自己的生活。皮特森是来自美国的作曲家，这次他受戴健的邀请，为戴健的新作品编写伴奏音乐。Yeah, it's quite emotional. Yeah. So can be useful. Just I kind of like it how it moves, but I mean, I follow you. This melody instrument, I think, just didn't work for that piece. It was just too much, too strong. It's actually for me now the most satisfying music to make, because it's very free.It's very open. 2, 3, 2, 5, the music list points is the quality and going to develop. 我觉得也许加长一点可以。偏偏穿的也有点像服务员。哎，我看是不是要给高，反而给高个穿也许好一点哦。随着双周展开幕的临近，戴健越来越忙。广东现代舞团的演出服装都是自己设计的。啊、不行，这件我穿的不行。偏偏你要穿那件短的吧？想去见他。这次戴健带了几件他比较满意的衣服，让演员们试装，并征求曹承渊的意见。我喜欢红色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哎，我们应该穿白色，然后穿各种不同颜色的内衣，是不是？你们看着还顺眼吗？可以啊，挺好的。只剩下最后几天时间了，戴健还在不断修改舞蹈编排方案。你们这个信号出来了，别人在已经开始跟你们女孩子，就是你不反馈给别人，你沉浸在你自己里，这种时候我们的交流根本建立不起来。那我们在一起工作干了，我们在舞台上给别人看的是什么？就是你那种自尊心吗？就你那种你知道自我的东西吗？我已经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了，现在是我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把这些有趣的东西发展和组织出来。这个双周展被称为中国现代舞的盛宴，国内外的舞者们在这里聚会交流，为喜爱现代舞的观众奉上自己的作品。来，吃完饭也要画。完了，我两个眉毛画不一样哎。红叶降低一点吧，眉毛会做，马上进。不用行，叠进去。好好 ，OK， 明白。匆匆往对台后推小步，没笑 OK。这是戴健演出前的最后一次排练。你是没有面光的是吗？要回家。对，有一点点。一个小时后，他们就要面对观众了。